回家摆地摊，真的有点欠扁的感觉啊。我们这支作品后面有排一些，就是，原本中国那个科目三创始人他编的一些 popping 的东西进来，我没有把它融在里面。这个科目三啊，练了多久了？不太确定。不太确定，大概多久？可能有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而已。哇，好厉害！有点开心。很开心。所以未来会办更多更多的跟国际相关，然后跟时事做结合，让我们台湾的能见度能更直而打开了哈。